诗篇第三十二篇，一战过是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压卡的，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二战今日心内无鬼在，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，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我静静唔认罪时阵，因为同日大声吼，骨头疙瘩。明日你的手重重刺我，我的精液耗尽，亲像热天的大暑。五十，我对你败了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六十，因为安尼，既然虔诚的人拢得叹你，通吹到的时阵祈祷你，大水泛滥的时阵的确未到伊遐。七十，你是我生命的所在，你要保佑我脱离苦难，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。八十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，我要注目看你，来劝戒你。九十，你唔通亲像遐无知识的马驴，都用马甲姜、马绿色约束伊，那无就袂当顺服。十十，歹人要受真济苦楚，干那我去摇花的人，要有慈爱，四面为伊。恁义的人应当靠摇花来欢喜快乐，恁的心正直的人拢得出欢喜的声。